过年的时候会吃年糕。我们包的那个馅都虎头蜂啊，哦，瘦虎头蜂都还没死啊，我自己都不相信。他先放毒液，对，他说这个对痛风啊有帮助。我那个朋友呢，叮了之后就没有痛风了，就直接过世。那我没供了。台湾族是他们母族，嗯，但是呢分出来变成两只，嗯，一只叫排卵族，另外一只排泄族。你是不要挑，你不要挑就了。我买挑，我叫你导航啊，卡听啊你啊。来，你们二位说一下那个在 pub 唱演唱的经过。就是以前在台南开始在 pub 唱的时候是在台南。阿友凶秀。然后。哎呀，讲你台南啦啊。红贡啊。红贡还是单女的代志。然后我们在那里，两个人就组一个团，叫 Power Station， 然后大概唱了有六七年左右的时间，然后有唱片公司来找一些乐团要出一个合集，然后刚好找到我们，那就很幸运的唱那个《热情的沙漠》，就唱了一个合集啊，出了一张合集。对对对对，很多人嘛。对对对。300多个人唱一张嘛。十个人啊。十个乐团。十个乐团啊。对对对。啊，你们最棒啊！没有，就只有现在只有你们啊，有还有很多人，还有谁？当初是 Pop 英雄会嘛？对对对，还有康康，还有康康啊，林小培啊，林小培啊，对啊，都是那时候一起出来的啊。康康还第一名呢，真的吗？对啊，评审是瞎了眼吗？没有，这样子这样，我们是第一集的，他们是第二集，对哦，我们第一集是没有比赛了。对，然后第二集我们就是他们就比赛，啊，你们就不用比了嘛？我们没有比啊，没有，就算我们比也可能不会赢啊。对对，很低级嘛，对不对？低级，不是的，很低级。不是因为他们的习惯比较不好啊。哦哈，不是的，也刚猎人头啊。哦，这样子是，有吗？不要听那个猎山猪的过程。猎山猪，好不好？有这个小时候我这个表哥常常带我去猎山猪，然后有一次呢，他就说。我们今天不要带那个猎枪，因为他家有一个猎枪嘛。他说直接就到这个山上做一些陷阱就好了。然后后来我们就走，看到一个山猪的这个，他们会常常走路走的那个路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挖一个洞，然后就拿一个树枝树枝对弯下来，对对对，然后再做，就后来可能我在旁边年纪太小了，他可能不知道压到什么东西，他自己被。被夹到，掉上面，掉上去，对对，掉上去。然后我很紧张，哇，怎么办？就后来就很辛苦的把它拉下来。后来我们很开心做完了之后，回家隔一天再来看的时候，就猎到人家的养的那个猪啊。哟，那是，哎呀，但是说真的，家猪哪有野猪香呢？哎，蛮讲嘛对嘞，对啊对啊，哎，你这讲信不信呢？很哎，其实呢，我以前呢，我们经常在山里面看他们呢，他们自己做陷阱，嗯，然后抓到东西呢，在山里面就烤了。那如果说呢，很多天要带回来，他们还带盐巴去把它呢，对对对对，吸鬼烟这样子腌起来哈，先烤再背下来。对啊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个腌起来之前做个什么动作，就把它直接放到那个水里面把它腌，有没有腌死？不是那个腌啊，不是那个腌，是拿刀割起来那个腌。真的啊，不是的，那我别。贵啦！哎，贵你们聊，跟他们有赶快吗？哎，台湾族有没有贵年呢？贵年，台湾族有。贵年是什么东西？贵年就是那个哈，贵州也有在过年。不是啦，贵年的今天有贵年，讲菜刀贵很年，贵年。嗯，讲得好。那过年当然有，我们是属于那种这个有很多。比赛，比如说有射箭比赛、啊。哎呦，很脏的那个射箭呐、啊！哎呀哎呀，那个比赛放在前面给人家射，那很难呢。比赛的，比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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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比射箭，还有这个我们过年的时候会吃年糕。年糕，我们也有啊。对啊，我们的不一样啊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你们是什么样的年糕？我们包的那个馅都虎头蜂啊。啊哦。那这外面是什么？外面就是外面是小，有的是小米，有的是糯米、啊。糯米。哦，小米糯米，然后里面再包虎头蜂啦。有时候吃的时候，虎头蜂都还没死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吗？那个针还会这样刺、喔？我自己都不相信。我的靠呀！哎，那我没供了。哎、欸，那个虎头蜂哦、喔，它在还没有这个真的是叮到你、蛰到你的时候，它会先放毒液。对，他说这个对痛风啊有帮助，有帮助。对啊，对啊。我那个朋友呢，叮了之后就没有痛风了，就直接过世。不是的，你不是本来没有痛风，就被虎头蜂叮到变痛风吗？没有啦。
我以前我有去试过那个蒸鸟，不过蛮特殊的啦。说真的，我们平常吃的那个年糕都是甜甜的、啊，那个口味很特殊呢。有的是咸的，就像虎头蜂是咸的嘛、嗯。还有那个花生加红糖，然后包在那个是甜的年糕里面，那是甜的。有没有比较特别的？有年糕之外，还有一些特别的，比如说啊，我们这个一年每年的生日的时候、哦，我们会吃一种糕，你们知道什么糕吗？什么糕？生日会吃什么糕？不，小米糕。不是生日蛋糕。蛋糕生日吃生日蛋糕，阿后今天要来拉低赛。哎，我再问你们好了，因为我讲真的，就是还有一种就是早晚都会用的一种糕，我们。原住民部落会早晚的时候会用一种很特别的糕，这个我就不知道、啊、他们可能今天要进入呢这个山林里面呢去打猎，一定要脸上的涂抹那个不是啦不是，你们这是早晚太不聪明了，早晚要用牙膏嘛，出去跳，你比现在更小分型皮啊，好来好，我们再问一个，我们原住民很喜欢运动嘛，不管是什么运动，打猎啊，还是去跑步打球啊，我们都会带一种糕，什么糕？这个更困难了。打猎运动，然后带什么糕？嗯，很简单。什么糕？正光金丝糕。好，那今天要拉赛，大家来拉。你这种调缸的就对了啦。啊，你现在呢？换我问你们，在你们呢？这台湾族里面每年呢都会举办一次是什么活动？丰年祭啊，丰年祭哦，丰年祭啊，不啦，这丰年祭是他们从他们那个丰年祭开始引出来。这丰年祭刚刚我们讲的嘛，就是有射箭比赛啊，或者是这个。好，这个我清楚了。OK， 别以为哦，只有你们台湾族有丰年祭，我们平地人也有很多哦类似这种祭典的，像是呢每天要做的祭典叫什么祭？每天要做的。什么东西？大字报没有写的哦。每天要做的祭典叫写日记。你知道哈？你知道啊？好，了解了、欸。下面我一定知道。下面就知道。来，古代兵法家最常做的祭典是什么祭？古代兵法家。三十六计。啊？会影响排便的计叫什么计？那个会影响排便的保济丸啊，不保济丸，不对，计在后面。求饶，拜托我。巴拉计。巴拉计讲了放顶赛，是。哎呀呀，要将脸涂白才可以参加的祭典叫什么祭？不是公祭，涂白叫什么祭？公祭。错。来，邱星。将脸错，我没讲啊，我没讲。将脸涂白，日本艺伎。来，一年呢共举办四次的祭典叫什么祭？很简单呐、啊，很简单、哦。春夏秋冬四年祭。小妹，一年四季。答对了。讲五题对一题，白痴。